2年没回泰国了，我们准备把餐厅重新开起来。原来是泰国菜，因为口罩原因都已经关了2年了，现在准备开麻辣烫和烤肉店。今天我们去市场把材料买齐，看看这里的物价到底怎么样。都是我们国内的啊、哦、它这个市场里面全是都中国人过来逛吗？啊，差不多吧，但也有泰国人，是吧？我们店里的东西都能买到。对，就不用从国内。看蘸料，这个是25，你看哪一个比较好？50，60，这个60啊，这个哦，可以，一包40株是吧？现在在这里说中文就可以了啊，很方便，很方便。5株1块钱，拿这个啊，1块钱，这1块钱好可爱啊。阿姨，这一个3块钱，拿这个吧，3块钱啊，18可以弄一。我第一次吃这个，对沙拉的，对沙拉的，青芒果40株一公斤啊，对，这个山竹是50株一公斤啊，有几个朵，代表里面有几，轻轻的软的，60株一公斤啊，哎，这个我知道，红毛丹，这个，你这叫什么？我们北方叫毛荔枝，毛荔枝，这是它中国名字叫红毛丹，好不好？我们叫毛荔枝。哦，70株一公斤啊，是油果是吧？它不是那个也是油果，那个不要。这是60株，这个一公斤，这是35株一公斤啊。荔枝也比国内便宜哦，看没？35株一公斤。这哪是洋葱啊？哦，这个10株一公斤。在剩稀豆粉的。稀豆粉，稀豆粉 ，OK。稀豆粉2碗了。啊。好的，请坐。稀豆粉，我第一次吃。哦，豌豆两碗呢、啊，这里吃还是打包？嗯，在这里多少钱？豌豆粉好像2磅。好了，你看，豌豆粉是吧？看着不错，没吃过，好吃吗？嗯，很奇怪的。你是不是看到这个，想到了巴基斯坦？啊，是不是都是糊状的啊？你看我吃完了啊。部分的材料已经买好了，现在就等我们的泰国厨师来了。啊，下期见啦，拜拜，好吧。